That's what I'm with this soup.来人家了呢！哎，我兄弟们，这我的自己的兄弟，我撅下去，你给我不起，急吗哥？我就说呀，给你棍子，好戳的你。中间狗日的撅下脱了，俺再给你吃口瓜的，你吃干什么？我绝对不是吹牛逼，你把路弄好，回去俺也戳戳的老刀削面。咋的嘛？俺吃干辣椒肉丝，炒刀削面吧。好，刀削面。俺弄弄卤的。OK。你念念刚才那儿炒的？哎，干辣椒肉丝嘛，肉丝儿就丝儿，辣的呀给是丝儿。 行上半小时，哎，啥也没说的，火辣辣的辛呐，火辣辣的情，这算不算不洗手？火辣辣的辣椒，他操我的心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咱们做干辣椒肉丝炒刀削面。 放入葱姜蒜，放入老抽，放入西红柿。哥哥，小米，嘿，这就是刀不一面，面不一刀吗？对呀。来点清水，盐鸡粉实在香，倒里头，再来点生抽。 老雷，你也好了啊！哎，是，最后再来点蒜末，像是挠一样就上来了。这面太美了吧！这，不是卤，哈哈哈哈。 是吧？嗯，怎么样？美女们，美着嘞，美女们。